欢迎掌声鼓励。Welcome to Taiwan. You stand in the middle. Let's take a few pictures. Thank you. Okay, maybe take a look at the right or left. Thank you. Beautiful. Okay, the guys are waving hands over here. Beautiful, just beautiful. Awesome.Wonderful. 好的 ，OK，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有请啊、哦，我们上来，来来。好 ，OK， 我们请这个宋慧乔小姐呢，稍微休息一下，跟大家这个拍完照之后呢，哇，眼睛这样闪啊闪，闪啊闪，很厉害。马上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桌椅啊、哦，那、摆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方来啊，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进行，好啊，进行的这个一个会谈，哎，厉害了，滑溜我。像高级一样的，哇，太厉害了！他每一个人，你看都穿西装，身高都超过180，你们幕后的人比目前的人还帅，成何体统？可恶啊！来来来，好，哎，来，那我的位置啊就在这边了哈，好不好 ？OK， 好，再次欢迎 Miss Song Kyo，Welcome，Thank you。麦克风请上，还有我们的翻译小姐，翻译小姐坐中间吗？好不好？来，好，来来来，好。首先，我们要请这个，因为两年没有来到台湾了，我们要请宋慧乔小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宋慧乔。好，大家好，我是宋慧乔。你好，你好，会讲中文，很厉害。2년 전에 태평양 때문에 여러분들 찾아뵈러 왔었는데 이렇게 또 가까이서 뵐 수 있어서 너무 즐겁고요. 또 라네즈와 함께 대만에 오게 돼서 더욱더 즐겁습니다. 2年前是为了太平轮的宣传来到台湾，跟大家见过。那隔了2年，这一次为了蓝志的活动来到这里，可以这么接近的距离见到台湾的媒体，非常非常高兴。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你啊、哦。好，那这一次主要来到台湾是有什么样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呢？제가오래도록같이함께하고있는라네즈에서새롭게또좋은제품을출시한다고해서같이축하해주고싶고또여러분들께알리고싶어서이렇게찾아왔습니다这次来到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跟我已经保持很久很久关系好关系的一个品牌蓝志，听说在台湾要出一个新的产品，所以为了蓝志的那个新的产品的宣传来到这里。好、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呢，他不管出席在各大的这个宣传的场合也好，活动也好，还有或者是在荧光幕上面也好呢，他只要这个妆容也好，或者是服装也好，都会掀起一大股旋风哦，很多人都喜欢跟着他。那可不可以请大家聊聊这一款全新的 Laneige 蓝芝时尚炫色定制唇膏，他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저도개인적으로립스틱을많이좋아하고평상시에일이없을때에도이렇게혈색을좋게해주기위해서많이바르는편인데이번에실크인텐스립스틱같은경우에는제가듣기로35가지색이있다고들었어요그래서본인과어울리는그런색깔을찾는재미도있을것같고또워낙에그 생각지도 못한 또 색깔들이 많이 있는 것 같더라고요 그래서 바르시는 또 재미도 있으실 것 같고요 너무 좋은 것 같아서 써보시면 좋아하실 것 같아요因为我都平常为素颜不太夸张，但是呢，为了那个要加生气，就是那个活力的感觉，所以平常都常用唇膏的。那这一次呢，蓝芝出的那个新的品牌叫那个蓝芝时尚炫色，对，那个唇膏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听说是有35种颜色，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用起来会很好玩，是看到哪一个颜色对自己很适合，可以跳那个颜色的那个感。游乐是娱乐游乐，然后呢，有时候你偶尔会发现到平常
不太常用的颜色，那你可以来用用看看，可能味觉很惊喜，所以这种感觉是这一次产品的一个新的特色。太厉害了，你真的这么长一段你都可以翻得出来，你真的很厉害，我都有记下来，好强好强，太厉害。好，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个 Lounge 我们的主要的概念就是 All Eyes on Me。All eyes on me， 我们都想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想要跟宋慧乔小姐一样，到每一个场合，大家都 all eyes on me。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自己有没有什么独门的小技巧，让大家都一直看着她，不能看其他地方？我이번에나는그 concept 내용이 all eyes on me 라는건데이내용이보면항상어디가주목받는자신의모습보여준다는뜻인데혜윤씨도어디가주목받고하지만특별히더수상을뽑기위해서수상주목받기위해서수상주목받기위해서방법저는운이좋게도제직업이또배우고많은분들이또사랑해주시고또관심을가져주셔야지만되게좋은작품을할수있는그런위치에있기때문에너무감사하기도항상너무관심을가져주셔서늘그런좋은기분을느끼고사는것같아요근데이제여자로서정말기분좋게또특별한날에는아무래도이제입술색깔을자주바꾸는것같아요분위기전환을립스틱으로많이좀바꾸지않나이런생각이들어요其实我的运气很好，因为我的职业是演员，所以演员这个职业呢，经常受到一个瞩目。但是我的运气非常好，目前到现在被大家喜爱。大家都喜欢我，所以我就很感谢，很开心。那但是这个是演员的一个身份来说的话呢，我不用特别来做什么，做主播对。但是呢，如果身为一个一般普通的一个女生，就是平常生活上的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呢，我是用来口红，就是唇膏来，可能就表现自己，那有时候看自己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感性来换颜色，那就可能会受到人家的一些注意。OK， 所以即便它这么漂亮，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给大家一点新鲜感，换换不同的颜色但是我在这边还是想要知道，就是说有没有特别哪一款颜色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能够表现出他自己个人的特色还是个性？저는원래도빨간색을좋아하는데저는이제핑크색이나이런립스틱은바르게되면빨리좀또지워지고이러니까신경이되게많이쓰여요그래서빨간색도이제신경이많이쓰이는컬러이긴하지만제가이제발랐을때가장좀화사해보일수있는그런색깔이어서메이크업할때거의아니라이제다른화장을안할경우에는빨간색립스틱만바르는경우도있어요这一次的那个新的产品里面最喜欢的是还是红色。一般要素颜出去的时候，为素颜出去的时候呢，就要涂那个粉红色比较多。之前那粉红色方面的话呢，可能涂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会容易会就擦掉的，就不见了。所以经常要再重新画。当然红色也需要。就几个小时就在还是要看一遍嘛，但是这一次他觉得红色，除了这一次的红色的话呢，感觉上好像自己更加活力，更加画力，所以就很看起来就比较气壮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一次比较喜欢这个系列里面的红色。红色我知道好像有一款叫做 Get the Red。Get the red， 我相信全部大家应该，假如宋慧乔小姐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应该会造成是一个热卖款哦。好，但是一个女生呢，外表很漂亮，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我想要请问宋慧乔小姐，就是她在这个戏剧的演出这么的精湛每一个角色都诠释得非常好，她是平常怎么样充实自己，才能够把最好的表现带给大家呢？항상저는이제모든일에있어서긍정적이려고하는편인것같아요아무리안좋은일이일어나도그순간을너무
정말비관하지않고항상이제좋게좋게생각하자라는그런마인드를갖고있는것같고또주변에이렇게어른들이렇게뵈면정말욕심부리지않고예쁘게예쁘게잘지내오신분들도나이가들수록그모습이이제얼굴에담겨지더라고요그래서말씀하신것처럼정말내면이중요한것같고저도항상욕심부리지않으려고하고모든것들을다이렇게좋게좋게보려고하는데때로는안될때도있지만그래도제가할수있는안에서는항상그렇게살려고노력하고있어요好，来，我很想要知道答案。经常，主要是平常带着很乐观的一个心情来面对所有事情。就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很悲惨的，就是悲惨的这种感觉的话呢，还是心情要带着乐观的、很肯定的一个感觉来面对。因为呢，如果不太乐观的话呢，平常会脸上会表。表现出来，然后呢，身边有一些长辈们，他们也是越来越觉得好看，越来越觉得就是看起来漂亮的那些长辈呢，他们都是经常说不要太贪心，然后人生要很乐观。那这样的话呢，演员虽然年纪大了，还是脸上会看得出来很漂亮的一些就是年龄的一些累积出来的这种感情。所以刚刚你说的对，演员是主要是内面的世界好。才可以表达出来好的那个演技，所以就是平常尽量带着很乐观的心情来面对所有事情。当然，我也是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会很难做，但是还是尽量就试一试这样的感觉，情绪带着，尽量用开心的心情、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全世界，对不对？啊，不管遇到什么样难过的事情，会不会他拍完这个《太阳的后裔》之后，我很想我自己私人想要问，会不会他拿手机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想要把他手机拍掉，会不会？개인적인질문인데요태양의촬영끝나고나서혹시지나간남자분들이해결씨가핸드폰거는거보면은참그치는会不会？아니요없었어요아니그렇게잘못하면핸드폰이깨지기때문에大家要小心怕那个摔掉就很贵嘛手机要小心송중기씨도그촬영하기전에연습을많이했었어요所以송중기先生他也是拍真正拍那场的时候呢他也是练了很多次啊也练了很多次拍出来的对啊有摔掉几只手机吗떨어지거나摔坏근데운동신경이되게좋으신지빨리캐치하셨고그리고스태프분들께서혹시나깨질까봐밑에안깨질수있도록이제조치를취해주셨기때문에그렇게뭐깨지거나그런일들은없었어요好像他那个运动神经很强，所以呢，就他比较容易做到的。当然是下面看不到的那些地方，那些工作人员垫了一些东西，万一掉下来就会破掉嘛。所以是完全没有摔，没有摔坏到任何一台手机的，太厉害了！人帅，运动神经又好，又能跟我们宋慧乔小姐一起演戏啊。不过还是想要请问一下宋慧乔小姐，就是在未来，我们知道她已经拍过很多很多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啊，把这些角色诠释得非常的好。但是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新的挑战，不一样的角色，你们想要尝试一下？장르가달라져야지만다른캐릭터를할수있는것같아요근데제가한번도스릴러물을제대로된스릴러물을해본적이없어서나중에기회가되면스릴러장르에서좀지금까지해보지않았던그런캐릭터를만나보고싶어요主要是其实角色是不是很重要但是类型那个片种是很重要看什么样的类型的作品那可以会挑战新的角色那从来没有演过悬疑片悬疑片没有演过所以呢希望有一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演那个悬疑片的一个角色那应该可以会挑战新的角色那假如说这个角色是比如说脸上的妆会很奇怪或很丑或者说好像很可怕这样他有办法接受吗일단은연기할때는그런걸별로신경쓰지않기때문에그캐릭터의그런부분들이필요하다면저는
헤어져 당연히. 当然，因为演戏是怎么样，外貌不算重要，为了那个角色很适合，一定要做的话，那肯定要做的。哇塞，他刚刚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笑了一下，我整个感觉好像他答应我的告白一样。奇怪，我又没跟他告白，但是哇，太美丽了，真的是。好，今天因为真的这个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这个 Lounge 代言人宋慧乔小姐啊。但是因为呢，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行程啊，但我们记者会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但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宋慧乔小姐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她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啊，也带来了最新的我们这个 Lounge 的这个 New Silk Intense Lipstick 给我们台湾的还有全世界的这个好朋友们。好，再次的要谢谢宋慧乔小姐，是不是也请宋慧乔小姐跟我们？台湾以及国际的媒体说几句话呢？이렇게오랜만에왔는데또환영해주시고관심가져주셔서감사드리고요그리고이렇게귀하신발걸음해주셔서정말감사드립니다다음에더멋지고좋은작품으로또다시인사드리러올게요감사드립니다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隔了那么多年来了这里还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谢谢然后真的感谢你们除了那么珍贵的时间来到这里一起分享非常感谢希望下次带来更好的作品跟大家再先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宝贵的时间再多延续一分钟我们请宋慧乔小姐站起来跟我们大家拍拍照好不好好了，我们桌椅撤一下就直接拍照好不好 OK 再直接在舞台上面好吗 OK好，来，我们把座椅撤一下，我们再请宋慧乔小姐呢，在舞台的中央来跟我们大家，这个用最美丽的模样呢，让大家捕捉一下。来，你看我们台湾的美女朋友们，韩文现在都变得很好哦，对不对？来秀一下你的韩文。好。Yeah. Can you see this one? 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How? And also the center, please. Like, I've known these guys for a long time. They're also very good people. Okay, to the left. Thank you. Beautiful, handsome boys in the front. Okay. How? Thank you. 右边再来一张 to the right. One more picture. Thank you.谢谢 ，Thank you, Miss So Thank you, Thank you,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谢谢大家，我们这边记者会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下次见，好，大家多多支持 Lounge 啊，谢谢。